哎，宝贝，怎样？你之前不是都有在健身吗？没有空哎，我把我后面的课给我妹了。人家做一天休三天就已经很夸张了，你做一天休三十天哎？没有，我休三个月。没有，我现在带你去的地方，最近发现你的怎么啦？我在忙啦，走啦走啦，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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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好，我小黄，宝贝。怎样？这是我今天要带你来的地方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前面脚本是这样写，但是我今天没有运动。啊，你说什么？我上次有来体验过，然后我吐。也太丢脸了吧？对对，我避免等一下这种丢脸的画面重现，所以等一下你运动 OK。所以今天是我挖坑给自己跳哦。是的 ，Let's go。今天带小黄来体验最近很夯的 EMS 黑科技，透过电流脉冲增加主人的运动训练，一起来看看小黄等等的表现吧。好帅帅帅！哎、欸，你的鞋呢？下午有没有穿？帮我穿。有一点点。哇哇哇哇哇！往前了，往前了，往前了。对，画大一点，画大一点。动作要再大，越大越好。快慢无所谓吧。快慢无所谓，那你一定要对抗它的阻力。大一点，大一点。哎，电流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你现在是电流，底下就不是电流的感觉了。对，现在是暖身的。蛋姐想摘。还说我丢脸，也太丢脸了吧！我看你拿多丢脸。哦，这25分钟，看我三头。出力，你要出力，你要出力，你要出力，出力。所以你健身界已经很久了，很久了。等一下的动作不太一样，跟他完全不太一样。不行不行，你要先从初阶开始，初阶运动员的初阶。不行，你要不要脸？我没有在健身，我练健康而已啊。抓紧吗？好，前后侧。我上次来有这样吗？没有，你直接吐了，你直接口吐。我上次来完全没有这个样子，你的形象嘞，偶包嘞，完全就没有。没有，现在只有偶包，没有偶包。I can do it. Go 啊！这边不许作假。可以先休息一下。这边不许作假。简单嘛。夸张，你夸张。耶！你刚刚看到。可以可以。只有30秒，再加油！10秒快结束了，只剩7秒钟，再来用力往上推，3、2，然后下来，蹲下来往旁边打，滚！帅帅帅！你今天怎么那么像机器人？对啊，攻击攻击，攻击滚，攻击一点，帅帅滚，帅啊！对对对，滚！哼哼，他打你的时候比较有 feel， 10秒钟，10秒钟。只有30秒，那再5秒钟，加电不加价，老板。3、2、1，停下来。还行吗？来，怎么样？爽吗？还敢笑我吗？也太丢脸了吧！我不想讲，说不出话了哈。Yeah!
上次我自己来的时候呢，非常之安静，只是后面不小心吐了。你看小黄丢不丢脸？丢不丢脸？从头到尾叫，才拍十二分钟，一直在叫。用力往上推，一百斤，上，再来。深蹲，深蹲，你这浅蹲了、啊。没蹲到，没蹲到，没下。浅蹲太浅，太浅。兄弟，卷腹。上来。对。刚刚什么是卷腹？卷腹是什么？对。我的腹部在哪里？我可以再帮你加一点就知道了。不要不要。喊出来。哈。这样哈，一、二，这是一个，然后再来这个。天哪，在整我吧？很简单的，够，三十秒，有三十秒。是俯冲，对了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很好，很好，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秒里，三十。好吵啊！对，这一步当封面，应该是连续两个加一起了。水啊！哇，好 sexy 哦！好性感，好性感！真的爱好。你有没有话想要对我说？我是对你很好。哇，快，快，快！滚蛋！啊，要出来了。你不是说好要带你来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不是跟你说好带你来体验吗？我上次体验回去，他说有吗？我觉得应该好吧，很适合我们这种健身的啊，就加阻力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有没有？是不是 a piece of cake？ 真的哎，真的超简单，超 easy 的、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我们回播一下刚刚的话。回播一下刚刚的话。耶、yeah, ！恭喜你，你花了20分钟，只有20分。我跟你说，刚刚从头到尾的画面都非常丑，可是明明教练就很正，我真的觉得要给教练一点机会，不然这整支影片都是面目狰狞的画面。好了，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教练。我叫 Jason， 也是大家叫我94。刚使用的就是 EMS 的器材，使用这个器材只要20分钟，就有2个小时的重训效果，所以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运动器材。没错，因为之前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那种什么贴腹肌的、啊、干嘛，可是很多人都当乐夫。就贴着它，对，然后就想说，想说这样子就会变瘦，这样，可是还是要搭配运动。这样有觉得运动到？有，超级有，就很多我平常不会运动的小肌群都有。小，对对对。它的原理是大概什么？他们本来早期在太空人，太空人不是没有重量嘛？对啊。所以他怕他会萎缩，所以把这台带上去，让他肌肉增招，让他长肌肉，维持他正常的运作。对对对。我上次体验，我觉得蛮像是高强度间歇性有氧。嗯，哦，差不多。对对对，就是很多女生其实不喜欢做重训，因为很累。如果是做像这样子的运动的话，比较像是在你做有氧的情况下，让你去达到重训的效果。没错，对，所以会蛮不一样的。平常在重训的时候，一周要2天嘛，一天上半身，一天下半身，因为一起练一定会死掉。对，然后刚来的时候体验最深的是，你同时就在动上下半身。哎，真的。你在做深蹲，你上面也在被电；你在做扩胸，你下面也在被电。因为全身都在动，我刚一来的时候，我还想说会不会就是跟我平常健身一样，就是有分肌群，没有全身。结果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说不用换动作吗？他说不用，我整个快晕倒了。因为无论你怎么换，都差不多那种感觉。更棒的是，就是如果说女生像她在做重训，背部没有感觉，很容易全身性有一些肌群没感觉。可是它垫上去就是完全你哪个动作都有。哦，很多人背部没感觉，哎，教练说夹背夹背，可是不是我背就没感觉。对，有些人不会控制。垫上去就有。肌肉控制也是一开始健身的人最困难的肌肉。对对对对，没错。就好像我那时候刚开始练阔背肌的时候，阔背，阔背是什么？在哪？阔背，然后就变阔胸，不是阔背。就是在阔胸，真的是这样。没错，我觉得对于原本有健身习惯的人来讲，的好处就是真的很省时间。对，很省时间，对，可以突破。对，强度也有高。对，像我这种平常对自己很好的人，这个逃不了。我跟你说，刚刚前面真的不是节目效果，他是认真叫的很惨，认真。我们来做做看就知道有多少。今天的活动呢，除了邀请小黄来以外呢，我们的教练也为我们提供了3个免费来体验的名额，耶！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这次的抽奖呢，我抽奖的方式放在
旁边，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参加这次的抽奖。如果你没有抽到也没有关系，下面的连接你也可以去找到教会教练的资讯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下面留言、分享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小铃铛，我们就下回见，拜拜。